七星平安桥啊，其实在我们每年的这个天师就是主公天师圣诞的时候，我们都会举办这个平安桥的活动。为什么会是说龙虎平安桥呢？是因为老一辈呢会有一个讲法，就是记得龙记吼，昂怕怕，哦啊记得虎皮，嗯硬硬的记得公款，所以会有红布跟黄布的这个造桥的仪式哈，所以会过这个平安桥的时候，你会看到我们脚踏上面的这个桥上面呢，它是有龙头的前面的这个入龙喉出虎口的这个象征意义。好，那基本上就是以法师跟我们的机身还有的四驾哈，在带领之下，让信众呢去过十二圈，才完成这个平安桥。好，所以每年在圣诞的时候，你就会看到很多信众。不分男女，我们就可以来参加这个平安桥活动。那它十二圈代表的是十二个生肖的关卡。那在过完你这十二圈之后呢，能够让你的这个心灵上呢，可以再沉淀，哦，让你再重新出发，等于说把我们这些厄运啊、不好的啊，都让它驱散掉。
三百八，三百，三百。